这张呢是姐姐做给弟弟的好弟弟卡，如果弟弟收集了35个印章就可以换一包饼干。那这个是弟弟收集到的动物饼干，弟弟收集了很久的印章吗？对。哦哟，辛苦了。哦，这个姐姐卡做的好精致哦，真的很佩服哎。还有盖章，还有签名，还有写时间。这后面是什么？火车。弟弟的几点卡。他全部收集完有什么奖品啊？嗯，有这个奖品。就饼干而已吗？嗯，还有其他的大奖跟小奖。是哦。嗯。那姐姐对你真好哎。好。哦，不错，弟弟，这个是我看一下，动物造型饼干，动物造型的饼干，好好吃哦。真的哦？那你刚刚拿的是什么图案？猫熊吧。哦，给我一个吧。这个是狗狗。猪啦，这是猪吧？嗯。它鼻孔哎。它这个不是鼻孔。是哦，狗狗。好，那给你，给你，你吃，你吃，因为这是你辛苦得到了。好吧，不用吃没关系。嗯。OK， 我看一下这一包35个印章换的，哦，饼干蛮多的。好吧，你一个人独享，爸爸不跟你抢，好不好？嗯。恭喜你，恭喜你。